国瑜帮谢龙介造势，场场人气爆棚。周五选前之夜再轰韩流炸弹，台南高雄两大菜饭合体上演鲨鱼秀。这里是麻豆海埔池王府，韩国瑜谢龙介十五日会在这里大造势，他们会先在一旁上演鲨鱼秀，另外还会再到对面舞台区一起开讲。一旦韩国瑜到达现场，谢龙介将带韩国瑜进庙参拜，接着再转往尾鱼秀展售区，最后重头戏拉到对面主舞台，由韩国瑜跟谢龙介双主角开讲，再现高潮。所以我鬼头刀鱼啊，黄鳍尾鱼啊，还有韩国鱼啊，我们有很多鱼。那从一点半开始，陆陆续续这个啊这些节目就会上演。龙盖森爱说笑，真正要杀的鱼除了黄鳍尾鱼，还有鬼头刀以及文山伯的石目鱼，现场料理各约800份。但当天另一个重头戏是双加分首度合体，大加分，哎，韩国路的市长的太太哈，来陪这个小加分，做一个迄、那个。传统市场的拜访，韩国瑜的大加分，谢龙介的小加分。上午10点，麻豆菜市场买菜兼拜票，之后再前往鲨鱼秀现场，说不定大小加分会牛刀小试，做鱼料理给大家吃。而民进党郭国文十五日一大早就先去上化牛墟市场拜票，10点半开争一口气记者会，晚上徒步大游行从家里出发，谢龙介的车队游行则是从麻豆出发，双方都把握最后拼场，全力催票。记者林正彦、杜颖杰，台南报道。